那双鸭哎，有人知道吗？好，算了。我觉得今天那个社团营销要结束了，好可惜哦。我觉得我社团话没看过瘾，你们看过什么？对，还想再看，对不对？可是没办法，我们就只剩最后一集。最后一集我难道想上场压手？是谁？是谁？什么？管乐队，管乐队，你赶快起来上来啊！好啊，你好，在起来上来之前，一二甲刘一文，一二甲吴思琪下台一举高。四甲刘启文，最帅的廖帅老师。好，谢谢耶！哇，厉害厉害啊！喝酒顶暗杯。哦，这个最后一个表演呢，就是什么压轴？哎，音乐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呀，准备好了哦！来，乔姐，来，这位同学请出场。各位，我们讲讲崔姐，耶！
到说我们乐器队今年哈、哦，我们已经第15年连续在台中市的室外管乐比赛。如果说我们是第二名啊，没有人敢说很低，已经连续15年夺下台中市市赛第一名，来欢迎自己。本来跟我讲说4点要结束，请问一下主任，主任怎么办？还没表演完呢，可不可以继续？怎么这么多主任？怎么这么多主任？主任都还没有讲话，你们说可以，那我们今天不要回家好不好？好，睡在星星好不好？好。OK， 以上所说都是纯属虚构的啊、哦。好，那先还是介绍一下，好、哦。今天乐队的表演哦，你不要以为他们很臭屁很厉害，其实他们一年前什么都不会，跟你们一样。所以呢，里面90%以上完全不会乐器，哦，所以参加乐队在国中可能有限资格，这边只要你会呼吸，
只要你会呼吸的，也就是各位现在你还存在这个空气里面的，你就有资格加入我们乐队，不用会乐器，需不需要交钱？不用。哦，指挥在哪里？哦，好，指挥是我们那个资料处理科。哎，资料处理科在哪里？资料处理科怎么有点弱啊？我说资料处理科在哪里？没有，都在这里，这里。哎，资料处理科在哪里？只有辅导干部三个人。我刚才只有听到三个人嘴巴张开来。哦，你们有快五十个，对不对？再一次哦，哎，资料处理科在哪里？四个人。学长辛苦了，哦，好，再来这一首，哎，可爱的玫瑰花，各位举起双手，为什么？掌声加尖叫，耶！结束好不好？不好，真的不要回家了，等一下放学。
哎呦，时间准了，之前都快五分钟，四点十二人，好，不要回家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有没有准备安可曲？有。问题台下没有人画安可哎。这么小声，你们心里面是随便叫就有了。啊，来，画下安可，听下子。好，停。休息一下，现场至少有四五千人呢。我刚才不说在那个小巨蛋的演出，啊、哦，来个盖哦，来一二三画口，来一二三，自己做一下，安可安可，我好大声哦，有准备吗？来，有吗？有，真的，好来指挥，哎，指挥哦，是我们学校非常鼎鼎大名的科系。来，请问一下，来是哪一科？日文。叫声不够大声。日文科在哪里？哦，跟刚刚资科比起来差不多。资科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继续加油。哦，真的有准备哈、哦？啊，我要先抢谜语，可以吗？好，等我一下。有两只猪。我才想有两只猪，就有人笑那么大声。这个显然毕业很久了，每年都听到的故事。有两只猪，啊、哦、，There are two pigs， 一只是黑的 ，One is black， 另外一只是 white， 白的。请问一下，黑猪跟白猪哪一只猪比较？热情，哎呦，虚假怎么知道？你们汤老师有跟你讲吗？高一丁讲的哦，欧弟比较热情。那请问一下，为什么 ？Why? Tell me why？ 那邱警干，来一二三。跟你管着，这老哥你哪一票？讲完之后哦，还是有很多乌鸦刚刚飞过去，因为现场鸦片全部都是鸦雀无声，鸦雀无声啊！哦，突然间现鸦片了，哦，楼上所讲的是讲说啊，我的热情，哎，好像一把火，哎，细讲还特别来，再说，来一二三。讲完你们听懂吗？我的热情，我的比较热情啊，大家听懂吗？哦，哎、欸，还有掌声的，第一次要有掌声的，以前都是我自拍而已。好，来，小伟哦，哦，请你们上手，来，为他们再度啊，掌声一下，谢谢，耶、yeah ！
间啊。